部分主义的很多。啊，现在有点风，比较舒服，不然刚刚真的是好闷热。哇，糟糕，吃太多，一直打嗝。不结婚同居的，对，也很多，对。苏州那边，这个房子是空的，对。一模夕阳哥哥，笑安，我吃了那个酸辣粉，所以一直打嗝。感谢一模夕阳哥哥。我们现在呢，又用走的回去，迪化街，回去店名。走啊，我们现在在往。台北那个大同区，去我的店的方向。台北市的房价，像这边的话，有一点高哦。这边的房子大概在8万人民币一平方米，对。不结婚，不结婚会同居，同居为什么一定要生小孩呢？同居不见得一定要生小孩，对。如果说要生小孩的话，那基本上会去结婚，对。对啊，走回去又刚好吃水果了，又开始消化了。我会这么乱吃的时候，我妈都很羡慕我。我吃东西都乱吃，都乱七八糟的吃，吃冰啊、辣啊、酸的、甜的呀、啊。我妈说，好羡慕哦，年轻真好。我妈也想吃，可是她就是觉得说身体会受不了。目前还好哎，在身体这一块，我觉得乱吃乱喝什么的还没啥感觉，没感觉。我妈没有啊，我妈在湖北。哇，现在好舒服哦，风吹的，刚刚好闷好闷，现在不会。晚上的话人比较多，哎，为什么闯红灯？这阿伯好奇怪哦，闯红灯。欢迎布衣，旁边有一座国小啊，我调整一下我的鞋子。哇，这鞋子穿起来好舒服。哼。比较少了，像刚那种。上面那个在拍什么？那个，好奇怪啊，为什么有人在脱衣服？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穿着内裤哎，上桥上。我看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也好奇怪哦，他拍什么？还是女生呢，要求啊！而且上面的人在拍，
拍他们。这是拍什么？我还是不要看好了，我怕。我不要去。我是有好奇心没错，但是我不敢上去，我觉得我怕是拍 A 片什么的，拍啊算了，这个都不说，算了。我不去，我不去看。